我说嘿 lady， 我愿意陪你去找大明种植部，研究部，你让我绝对很害怕。我了解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 superman， 可我也是个爷们，绝不会去靠快战，所以任何阻力都没能去干涉我。如果说他们真的够屌，就拿起来干掉我。我明白感情的事情永远不需要求我，所以拜托别那么冷，请你靠近我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明白你就是我的自己点。我学会了不爱玩的游戏，变得能有了脾气，想让你是个女汉子，搞不懂你的逻辑。我开始改变的笑脸了，不再那么洒脱，我现在努力忙活了工作，最想和你聊很多。你这个女毛范的女汉子，天天热冷，但是我会融化的。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女王范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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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女王范儿。啊，我的女王范儿，你总是很奇怪，对我爱理又不爱理，给我爱你不爱你，我他妈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的自己都不自己，我的情商怎么这么低？我的转了一大圈，发现原来就是你。这世界好大，这城市好大，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，却害怕了你电话，害怕你就停下，害怕你会拒绝我，所以你说的话我都听啊。你在我心里永远都像个女王范儿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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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女王范儿。啊，我的女王范儿，唱歌唱。